화봐. 商业上调查方，请问魏晨呢件事系边位啊？我系，揾我咩事啊？我哋怀疑你同一单国际洗黑钱案有关，请你跟我哋翻去协助调查。洗黑钱有冇查清楚啊？你咪识得张翔？我识佢。我哋查到你同佢有间联名公司，而张翔亦怀疑同你单国际洗黑钱案有关。所以请魏小姐你回去协助调查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魏小姐今日行。老公老公，我在家等你啊。老板，冇事嘛？啱啱录完口供翻嚟，应该冇事嘅。做咩事啫？你一路都做开正当生意，佢哋有咩理由怀疑你啫？就系之前我同张翔合作搞间公司，而家张翔出咗事，咁佢哋咪怀疑我咯。张翔佢当日揾你夹粉搞公司啫嘛，其他嘢你唔知噶。只系嗰阵时候，我签咗好多文件呢。他在文件上做了手脚，其中一份呢，原来他问我借钱，我做了担保人。那怎么算啊？刑事方面呢，我应该没问题的，只不过我的户口被银行冻结了。哎，那我们之前整班姊妹投资的户口是不是都冻结了？那个户口都冻结埋啊，所以我哋股票赚咗啲钱都攞唔翻。唉，你冇谂咁多啦，我帮你整杯茶先。啊，系啊 ，Fanny 啊，等阵间你 call 齐班姊妹，听晚我哋开会，我要好好同大家交代呢件事。许老板，一饮咧都知呢只酒系好嘢嚟噶喎，梗系啦。呢几支酒咧，我系谂住我哋股票赚咗钱咧，先拎上嚟俾大家饮嘅。不过咧，早两日我就翻咗新货，所以咧攞住呢几支上嚟俾大家叹住先。Thank you。哇，你使咩饮得咁急啊？我哋做咁多支都未开。你啊，有男朋友噶啦，唔好咁狼死啊！即刻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